他那个鼻子上的痣原来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在照片里面，4年前的照片里面就是看得到，海马哈，要划掉了，没问题啊，什么东西？要划掉了。还好了，还好，划掉再说。因为我现在两只手拿着这个，嗨，你看他眼睛多有神呐、啊，嘿。好有神呐、啊，今天好有神呐、啊！啊，哎呀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好有神呐、啊，对不对呀？嗯，啊，啊，动动舌头，哈、啊，老师帮你动动舌头哦，哈、啊，你看眼睛这么大。我实在不懂为什么我去看那个医生，自然疗法，他们有做脑波的检查，然后他们说我妈妈的脑波呈现的是睡着的状态。他说他虽然眼睛张得很大，但是他的脑波是睡着的。但是我现在想想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们在做脑波的那个做脑波的那个检测的时候，我妈妈是躺着啊，她眼睛是张着，然后她说她是呈现睡着的状态，但是医生看到我们的时候，哦哟哟哟，但是医生看到我们的时候是说，她那时候我妈眼睛张得很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我妈妈是张着眼睛，但是老婆是睡着的，这样。”啊，啊。我的感觉是，他如果在那个养护所里面，他的目光是很呆滞的。但是我觉得我每次带他，他就很没有精神。我去看到他的时候，他都是昏昏欲睡的。但是我觉得我带他出来的时候，他是很有兴趣的，很有眼睛是张着大的去看着我们。所以我很喜欢带他出来，坐这喂不喂？啊，妈妈哈，那你就会觉得，诶，他好像觉得这样比较生活比较有变化，有乐趣。但是他如果在养护所里面，他是躺着的。老师你。这么细心，哎，这有在擦药吗？最近没有了，因为那个药已经用完了。那医生是说，擦那个药用完了就不用再所以那你个有点拿。老化，所以这个是脏东西，这不是药。不是药，所以我在想，不知道还需不需要再去拿，因为看起来还是有，不这是分泌物，好像不是，不像之前我就眼睛红红的，看医生说是急性角膜炎这样。嗯，宝宝啊，
婆婆啊，擦眼睛哦，好，擦干净好不好？擦干净哦。什么？等等哦。其实这个一大早起来还没有那个。它没有硬的时候，洗脸的时候处理是最容易的。我们那时候住院的时候，我都是一大早起来就跟他洗脸，就很容易弄。嗯。嗯。等等哦。擦干净哦。看我妈的眼睛到这么老了还那么漂亮，漂亮的眼睛啊。我都没有她的漂亮眼睛，你看。我妈妈是双眼皮，我是单眼皮。不好意思，我出来都没有给他检查一下，让老师辛苦了。三不五时应该都会。那我去就是。擦一下，擦干净啊。我等一下去那个眼科跟他看一下，再拿点药好了。是不是红红的？对啊。给医生看看。OK。擦干净哦。擦干净哦。
就是在养护所里面，每天日子都一成不变，每天就是两个时段下床，下床呢就是给你放在那个轮椅上，然后插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就坐着这样。那个地方是长条形的。前面能看得到电视，后面根本看不到电视，就坐着，就呆呆的坐着这样。生活是很单调无趣的。也没有人会跟他讲话。所以常常坐在那就在那打瞌睡。喝喝水。这口水有喝进去吗？但厉害哦，就是汤匙上的它都会吸进去啊，可真是的。有时候吞不一定喝。对，有时候会流出来，啊，有时候有吞进去，只是会可是他现在头是往下的，这样能吞比吗？较难吞，对，那没关系啊，主要是给他慢慢有全动作。老师，以前你是要跟我们说要买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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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？半年保，哎，现在先不用，现在不用。先过年应该没办法。啊？现在先就是让他嘴巴多动动，嘴巴多动动，然后多吞吞，多吞吞，然后到反应再要多一点的时候，再来练快点。现在先不要。好棒！刚刚就是吞了。对。请进。两位。802，等一对不下对？哈。嘿，稍等5分钟哦，谢谢。都吞吞都吞吞啊、好了，谢谢。好，对，好了。啊，谢谢老师，不客气。